再献花。侯友宜鞠躬，花就献到地上去了，旁人赶紧帮忙捡起来。选前黄金周末，侯友宜又是拜庙又是车扫，跟部分绿候选人葛如君办青年与乡亲座谈，但看看现场，太多事情可以来做。现场清一色长辈，年轻人寥寥无几。座谈会后方背板上，侯友宜的侯还打错字，写成问候的候，用白胶布先修正。副手赵少康证监会也快把侯友宜给忘了。回到赖清德哈，赖清德他这个人很固执。赖清德也说过啊，如果赖清德当选，赖清德全将赖清德将。证监会上，赵少康足足 Q 了赖清德38次，讲到最后自己都错乱。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，他就是老大。这口误也太尴尬，是真正真好创造话题，一讲就哇，恁新闻就甲报道，哇，我感觉真感动呢。反正这个少康兄啊，凭我这个兄弟挺阿呢，赵少康真在啊，辩才无误，无碍了。辩才无碍，口误仿佛会传染。侯康轮流出包，证监会上赵少康还宣誓，如果侯康当选，会重用萧美琴跟吴欣颖的床才。这个侯友宜知道吗？我想侯友宜市长也已经讲过了，只要是人才都广纳。我要再强调一次，侯友宜永远是我的老大。侯友宜是老大，但赵少康毛起来开支票，快言快语，抢尽声量。三立黄新城杨静、郑凯中、安俊雄台报道。